哈喽哇，我是小叮当，又是这个熟悉的小卖部，你们谁还记得这里啊？没想到现在小卖部也开始卖黏黏球的胶带了，宽的窄的各种颜色都有，这个粉色和紫色都是5块，还带一个小珠子，买啦。哎，这里也有滴液的，2.5块一卷，回去看看好不好用。橙色的这个有个小铃铛，颜色我也很喜欢，买啦。再来一个宽胶带吧，7块钱，也买啦。到家啦，一共花了23.5块，先来看看这些胶带咋样。这个橘黄色的大兄弟有点黏呀，随便拿个底球先拉个丝，粘了几下居然可以，哇塞，这么顺畅，没有通风也没有喷酒精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胶带4块钱也太值了。我刚发现原来这俩也是滴液的，再看看这个蓝色，成功，蓝色的胶带也是没问题的。再试试这个粉色的宽胶带，就是吧，我的球球有点小，它可能不太顺畅。果真不出我所料，它拉丝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球球太小，胶带太宽。再看看这个紫色，哟，太好起丝了吧，点了2下就粘起来了。紫色的这款也不错，虽然球球小，但还是能拉得很顺畅。这次小卖部的东西成功扳回了一局，没想到这5卷胶带每个都不踩雷，不用通风不用喷酒精就能玩。好啦，那今天来说说小卖部的胶带，你们有玩过吗？